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哥。今天呢是10月13号，也就是传说的2周年，生日快乐哦！如果你之前有在收集一些彩券的话，传说里面的彩券啊，只要收集到25张，然后今天登入的话，就可以免费兑换永久英雄5选1。这一次可以选择英雄有萨尼、凛凛、马加、洛克 and 阿兹卡。那我觉得，我建议你们可能会选择凛凛或者是马加这两只会比较好一点点。那至于凛凛的话，如果你是比较属于单排的玩家，不建议选择凛凛，反而是我建议选择这一场的马加，因为凛凛呢是需要人家去保护他的。如果你单排，队友谁鸟你呀？可是玩马加就不一样喽，他天生大招就有一个无敌2秒的效果。再加上目前马加在这个版本对线凯撒路都是非常强势的哦，因为他的一些被动的效果，让他马加在对线的时候可以基本上不回家，就是一直吸血回血，吸血又回血。那至于凛凛方面呢，也是可以选凛凛，在这个版本他也是很强势，不过就是需要人家保就对了。那至于呢，有一个阿兹卡，阿兹卡是因为之后要出新造型啊，偷偷跟你们说的，嘘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好啦，我们话不多说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麻烦帮影片点一个大大喜欢，不要忘记点下你的订阅，以及顺手打开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当当当当哦。这一场呢，我们刚好对上的就是传说对决的狗角瑞克。瑞克呢，大家都知道对上他哦，没有一只角色能打得优啦，像古墓啊，或者是艾瑞应该勉强可以这两只。可是呢，对于一些可以免费选择的，像是马加，我就觉得非常适合。因为呢，我们这一场在前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逆风，可是呢，我对上马加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，除非有人来抓我，那是另外谈的。这边马上开启大招，因为马上看到瑞克又在那边蹲草哦，很调皮哦。可是如果我是玩其他只角色的话，没有无敌就没有办法去躲那个瑞克的一些躲草丛啊、挑飞你啊等等等，所以我会推荐马加的原因就在这边，这也是别的一些实况组没有告诉你的吧？因为马加真的很强，他是对瑞克的时候，他只要蹲草要出来的时候，马上开启大招，根本不用怕。甚至你看我们现在清兵线都可以站在他塔前面，除非就是有人来抓我，就是打太嚣张就会有人来抓你喽。这边一定要交出一个瞬移。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哦，马加就感觉他没有什么太大输出，可是呢，为什么你不选择一出可能法球之类的，或者是他本来就是法师，为什么不走中路？因为呢，中路都是比较擅长是有控制技能或者是跑线比较快。那马加的话，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依赖线，他输出呢也很低，所以我会比较建议你的出装呢不要出法球，因为根本不需要磨，所以我会建议你直接看到左下角出装，直接上了减 CD 鞋，这个蛮重要。再来就是恶魔的微笑，增加坦度啊、魔攻啊，还有一些减 CD。接着直接上的就是生命法杖，因为呢上了生命法杖可以让马加的吸血更加有力，而且又减 CD， 然后生命低于40%的时候又有一个强大的护盾。所以这三件装备，减 CD 血、恶魔微笑跟生命法杖，基本上我是不会做任何的变动的。这边瑞克要来抓我没关系，我大招可以跑。其实现在的凯撒路就是这样啦，你浓我也浓，反正我只要不要被你击杀，那为队友争取到更多时间就 OK 咯。尤其这一场呢是一个0-8开局，这么逆风的场还是可以扛得住瑞克，基本上就不会说马加到底差在哪边，所以马加真的是可以选择的。虽然这部影片呢发的时间已经有点晚，不过呢，如果今天早上在上班啊，辛苦上班下班看到这部影片的朋友们、观众们，可以选择马加。那这边发了一个敌人消失，稍微蹲了一下。玩凯撒路哦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诀窍，就是尽可能的不要死亡。你只要为队友呢，造就更多的一些机会，让队友去达到更多发挥。你只要不要被抓死，基本上你就可以为队友保留更多的一些尊严。像这一波呢，刀锋上来抓我，反而没有死，那我们家的打野就可以在下路拿到一些优势。可是因为太逆风了啦，所以我们刀锋也拆不掉塔，这边有点小小可惜。这边你看，我只要稍微吸一波兵线，血量马上就回来喽。所以这一点也是马加非常赖线的原因，而且非常强势。这边来到了中路做一个支援，先看到刀锋倒下去，哇！之后看到这个图伦，以为二技能可以点到他，结果哇，完蛋！这边
迟来的瑞克直接被他收头 GG。这波其实就蛮亏的哦，没有太贪心，我没有杀掉那个图伦，然后导致说这个瑞克刚刚收到两颗头，很肥了啊，尤其他们又这么顺风，所以在逆风的情况底下呢，由此可见，他拿两颗头，他装备输出装备都已经起来的状态下呢，就是一定会被他塔杀。然后这一点也是我刚刚真的太冲动啊，有点后悔啊。这边可以看到说瑞克一个哦，好残，这边太气人了吧！他那个刚那个瑞克状态哦，连血条都没有，连魔都没有，太气死人了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在逆风的成长状态下呢，其实最主要这一场还是给你们看前期他的表现跟中后期的表现。前期他基本上对上狗脚也不用怕，还可以越塔清兵。可是呢，在后期呢，我希望说他有一些输出的表现，所以我会直接建议上了皇冠、爆裂，还有一本书。如果对方像有主卡、之类的角色，你可以上把书换成凝霜宝珠，这个也是 OK 的。或者是有些人想要出冰杖更加缓速，这都是 OK 的，就是可以让你多一个灵活的一个变换，不一定要依照我这套装备。像我刚刚就说冰杖嘛，还有凝霜宝珠，就给你们做一个小小参考。目前呢打到了9分钟哦，这个瑞克很痛哦。可是呢，其实很多角色被瑞克 gank 到，被他抓到都是很痛。宁可呢我被他抓，我不要队友被他抓。这一点我只要为队友拖到更多的时间，那基本上我就可以拿到很多优势。哦，这边我以为刚刚按回城呢，结果呢看了那个视野看了老半天，结果还站到原地，有点浪费时间。在奥义部分呢，带了荒芜庇佑以及精灵 and 密咒。另外一题呢，在下礼拜一，就是后天的时候，晚上10点到12点，是会我跟陈浩一起办的一个活动，在 NoNo Live 那边是会送200金币的哦，就是一起观众场打幻影激斗，只要赢的话，每个人都会有金币200。OK， 金币200呢，就是可以送实况组礼物啊，等等等。反正呢，可以去追随一下我 Node Life， 就是直播啦。追随是不用花费任何金钱，订阅 YouTube 频道呢，也不用花任何的金钱跟经费哦。这一点非常的需要注意，所以赶快订阅吧。这边又为队友争取到一些小小时间，因为队友一个团灭啊，灭了4个人。像刚刚他们那一波抓我，浪费大概30秒钟，我就为队友多争取到了30秒，这个点蛮重要的。刀锋之后复活之后，直接抓掉对方的刀锋，可以，这一波稍微有拖延下来哦。所以在一个大逆风的情况下，只要尽量不死去守塔，为队友争取更多时间的话，基本上呢反败逆转都是有可能的。好啦，这边稍微清一下兵线，很可怜啊，我只能清兵线啊，所以就是凯撒路。这边看到了中路，看到歌德一个空大，不过他瞬移交的非常漂亮，让我们拿到了双杀。这瑞克呢，一个半血进场，直接被美娜控到 ，GG 拜拜。这一波换的是对方4个人倒地，他们只剩下一个刀锋，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风水轮流转啊，只要我们撑住一波，下一波就是我们可以逆转的机会。这边抓掉刀锋之后，稍微退下防御塔。这边呢，可能要出一本神圣法典，先出一个爆裂法杖。其实我本来是考虑要不要出穿透啦，后来我想说算了，因为马加本身他不是打输出流啦，他就是一个扰乱流啊、缓速啊，就是一个炉小小的一个感觉就对了。我们稍微带一下上路兵线哦，但是我在想不要贪，不要贪，就稍微做一个小小骚扰。可是像这一场呢，那个瑞克就完全拿不到什么太大的优势，因为以往呢，瑞克只要对线，哇，那线哦，一定是瑞克赢啊。那一线一定瑞克直接压到爆炸，可是他只要遇到了有无敌角色马加，他直接就是一个吃大便吧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这边看到了中路，这一个一技能缓速，看到哥德控到之后，他要拜拜咯，不过他撑住，撑到美娜的一个勾到控到3个人，马上往前开个大招，做一个小小骚扰，马上交一个瞬移。不过最后呢，我还是会被抓掉啦，刀锋宝贝一个进场。然后我们家的闪电侠还有刀锋都姗姗来迟，没关系，这个波队友应该可以哦。哥德直接抓掉了对方的佩纳，然后这个刀锋应该抓了死吧？哦，哥德一个空，好，应该可以。
这波对方又是倒下三个人，牺牲我一个马加，我觉得应该还算是划算。在一个复活之后，马上看到对方瑞克，对方正在吃魔龙呢，而且是快吃完喽。好险是刀锋，我们家刀锋马上看到我了，马上支援我。那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骚扰，小小的 poke。刀锋呢，直接拿下摩隆克尔德，马上吃下了死亡，黑暗之刺，然后马上开启大招，一个无敌爆炸效果。忘了说明哦，马加他在开启大招的时候，会造对附近的范围内的英雄造成一个伤害，在无敌结束之后也会造成一个伤害，魔法伤害，所以算是一个蛮 OP 蛮烦的角色。尤其他大招冷却时间就这么快，只要十来秒。没错，十来秒就无敌一次，比闪电侠的那个大招转转转好用太多了，而且又会加跑速。对方在倒下四个人之后，我们应该是一鼓作气直接推掉了主堡哦。那这一场呢，在前期我们马加是一个非常大逆风啊，哇，我们这一场队友直接一个逆转 ，OK 的，因为我们在前期有撑住，基本上只要拖到后期，我们就可以拿到所谓的优势。那这场影片马加英雄五选一就推荐给大家喽。那还喜欢你们影片的话，记得给我个大大喜欢。我是佑哥，我们下礼拜的直播见，还有明天的影片见喽，拜拜。